你已经等很久了吧？真是麻烦你了，没想到陆正最后还是找了你。不麻烦，下午他们三个也来了一趟。那你帮我谢谢他们，改天我请大家一起吃饭。嗯，他伤已经退了，你看看还要不要送医院？不如让他先好好休息一晚上吧。 等明天早上起来，他要还是不舒服，我再带他去医院看看。嗯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有件事要跟你。这么晚了，你应该很饿吧？要不我先泡个面，吃完了再走。不用，我女朋友还在家等我呢。我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不用送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清楚，这个。妈咪。 来了，锅里有粥，帮他热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师兄。 师兄。 回家了，对不起啊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我就是看太晚了，就先回家了。嗯，那下次我再做好吃的给你。感冒药我也看到了，别担心，我不会生病的，谢谢。老师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就算我们拿到了奖金。 也填不了我现在的坑了。我现在只能多打几份工，多赚点钱，能还一点是一点吧。那自行车呢？梦想呢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夺冠吗？我现在的情况，谈什么爱好和梦想都太奢侈了，也太不切实际了。老师，你也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。 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我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的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，那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了。明天再来趟学校吧。为什么？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 怀念吧。嗯，说真的，以前总觉得室内训练很枯燥，现在也没机会了。怎么没机会？去洗一下，总该和陪了你这么多年的老伙伴好好告个别吧。 跟嘉诚这一折腾吧，我发现，真的有好的爱情。好的爱情，真的可以让人变得更好，变得积极。
我和叶寒算是好的爱情。你不太对劲啊，还是因为宋晋冉吧。哎，这件事真的是无解，要是我也会不安的。我现在觉得我怎么做都是错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。那天明明是我让他去的，可是走了以后我自己待在房间里，我止不住的胡思乱想。我想他们见面的情形，想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，有没有说清楚，想他会不会动摇。反正我就是一直往最坏的方向去想。以我对叶寒的了解，我觉得他是不会动摇的。是，我脑子里也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动摇。可是我忍不住胡思乱想，我就是没办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不能向他发脾气，这样的做法是不理智的。可是我自己憋在心里真的很难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谁说女生一定要懂事儿啊？他喜欢你，难道是因为喜欢你懂事儿吗？你有什么情绪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这些事儿你都可以告诉他。以我的经验，不交流，两个人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差。那我该怎么和他说呢？最了解叶寒的人是你啊。但你要记住，爱情是没有理所当然的。好了，对接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我觉得我是你们目前最好的选择了。主编，今天的拍摄不能取消或延误，吴老今晚的飞机就要出国演出了。那你把地址发我吧，千万别告诉他我要去，我想给他个惊喜。谢谢。李老师，穿这么漂亮，是去约会啊？漂亮吗？裙装很适合你，以后应该多穿穿。要点些什么？三杯冰美式，还有一杯拿铁。拿铁要两份奶，半份糖。好嘞，稍等。嗯。你有笔吗？有。借我用一下。谢谢。面光再起一点儿，行。好，我说休息一下。怎么样？看看，我觉得可以再凸显一点这个传统与艺术的结合，你觉得呢？对，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么死板了。两份奶，半份糖。我的。啊。谢谢。
喂。喂。潇潇，今天晚上的约会可能要取消了。为什么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局。不好意思啊。啊。那好吧。那你晚上是不是要喝酒啊？可能要喝一点吧。那等你结束，我去给你开车吧，接你回家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到时候直接叫个代驾就可以了。给男朋友当代驾有什么麻烦的？正好还可以约个会。那好吧。那晚上见。少喝点啊，拜拜。我对叶主编是早有耳闻，你操刀的那个深度一直我认为啊是男性时尚杂志的精品。哪里哪里，胡总才是创投圈响当当的人物，今天是我的荣幸。胡总，听说您投资的 TD 短视频是您领导，那您什么时候也投资我们杂志行业啊？这个啊，我也很怕失去你。就用这个。这就得怪你的好学员钟子轩了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如果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婚礼现场的地址，我就不用追着他跑了，花就不会变成这样。你去过学校了？啊，给你送花去啊。小笑，别过来，现在是分手中。潇潇，那天你看到的真的就是一个误会。我明明就看到你们抱在一起了。什么抱在一起？是他抱了我。那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怎么就一样了？我一动都没动。那他为什么抱你？那个拥抱是安慰的意思。他告诉我当时必须离开我的原因，然后抱了我一下。这个拥抱是安慰的意思。所以你们就是和好了呗？没有，但是我理解他了。我理解，但是我不会原谅。所以你不要跟我分手，因为我想和好的人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。我也一直告诉自己那就是个误会，要相信你，要相信我们的感情。可是越是这样想，越是相信你，我就越难受。本来想装作大度无所谓的样子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在意，就是很不开心。对不起。你还记不记得跨年的时候？好像在什么西郊宾馆、啊、哦不对，花园饭店。哎，你别耍我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老师男朋友，算起来我也是你师公。过了今天谁知道还是不是啊？不是。哎，哎，你告诉我地址在哪儿？不告诉你。哇，张老师啊，来啦！好美呀、啊，新婚快乐、嗯！当然美了，你不看花多少钱？物超所值。嗯。哎，罗毅。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哈，这位是我的同事李潇潇同学。你好。这位呢是我老公的发小罗毅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啊，罗毅呢是程序员，高级工程师。潇潇呢是我校最美教练。都是年轻人，不多说了啊，先认识多多了解。那个我还有朋友，我先过去了啊，你们俩先聊。年薪六位数呢，好好聊。别走啊！大
总听张老师提醒你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。是吗？嗯。所以并没有什么生疏感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你看起来不像一个自行车教练。啊，那可能是今天这个裙子帮了大忙。这裙子挺适合你的。你看起来也不像一个程序员。那你觉得程序员是什么样的呢？宅，戴眼镜，polo衫。那都是大家的误解。我呢不喜欢穿 polo 衫，我喜欢出门，特别喜欢户外运动。嗯，什么运动啊？我喜欢攀岩。对了，我自行车骑得也不错。改天有机会咱们可以约着骑一次，切磋一下。啊，也带我一个呗。我的自行车技术可是李老师亲授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技术肯定很高啊。还行吧。送你的。这参加婚礼自备鲜花送给其他女士呢，这想得挺周到的。心之所向嘛。那你这心意看起来真是有点……这是有原因的啊。是啊，你总是有原因的。哇，这么多菜，我们两个吃得完吗？这还多，你现在正是需要大补的时候，可不就得多吃点吗？快吃吧。要不我帮你吧。不用。我喂你吧。真不用。被喂饭不丢人的，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徐佳宁，你是故意的吧？鸡爪、猪蹄、山药，都滑不溜秋的，我怎么夹得起来嘛？嗯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所以你要吃哪一个？吃山药吧，我气，张嘴。许燕小朋友，快张嘴啊！真乖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再吃个猪蹄吧，你行不行？你让我嚼完好不好？没咽下去呢。这么多菜呢，要大口吃。那你快点嚼一嚼，吞下去，我们再吃一口。要乖乖吃饭，好好长身体，骨头才能快点好起来。你真是把我当成幼儿园小朋友了吧？吃猪蹄算了。哎呀，鸡爪忘了让老板脱骨了，要不我帮你啃一啃？你还是让老板啃吧。让老板啃岂不是便宜他？我会吃醋的。哎呦，你别恶心了，徐佳琳，我是手断了，又不是牙坏了。是吗？那自己吃一个鸡爪给姐姐看看。
在好像是时候回美国读书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嗯，可能只有离开我才能放下他吧，至少你还可以选择离开。你和叶寒不顺利吗？我们分手吧。去去骂他呀，是我提的分手。潇潇姐，都是我不对，我怎么能只顾着自己诉苦呢？潇潇姐，你一定很难受吧，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嗯，潇潇，我们聊聊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要分手？我已经解释过了。可我不接受那个说法。你知道的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的心都被你操控着。现在你一句话，你就要把这些都否定掉。如果换你，你接受吗？别哭丧个脸啊，你男朋友在这儿呢，哭丧脸不好看。我男朋友才不会嫌弃我呢。哎呀，十五年我从来没看过嘉诚这么生气过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火，顶多出去打一拳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没被打一拳你觉得很可惜呗。行，看来状态调整挺好，都该怼我了。
就别逗他了。你跟出来干嘛？嘉诚都那样，我不得出去躲两天啊？那你回家呀。你管我？这个路口该下去。啊？那过来呀、啊。哎，绕一下路吧。你们俩爱情都绕了一大圈，我绕个路怎么了？下个路口吧。下个路口是单行道。你们俩爱情也是单行道。小小姐，我可能得在你家住一段时间。先进来。你先进去，我跟小妖说两句。乖。夏琳在这回不去了。夏晨，说白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嘉诚，他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法理解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祝福你们。谢谢你，夏晨那边我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嘉玲就拜托你了。我知道你心情也不好，但只能麻烦你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嘉玲昨天晚上在我那儿哭了一晚上，见客户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顾虑他了，顾虑我吧。如果我们四个人注定没有办法坐在一起，那被遗弃的人应该是我，不应该是他。行了，我开会去了。啊，对了，小杰忌日是周一，我们都有周会，所以约了周六。他们都闹成那样了，你说嘉诚能去吗？不知道。不过往年他都去，这种日子，吵成什么样都会去吧。他来了让人担心，不来也让人担心。周六是吧？嗯，挺好的，这周有事儿做。周末你没事做，不约会去？怎么感觉离婚之后你反而变乖了？那是因为我想见的人不想见我。谁？盛云啊。我就感觉他在我脑子里安了一个家一样，但是我回到家啊又见不到他，我很崩溃。现在才崩溃？离婚前怎么不崩溃？你不能欺负我。我们四个人当中失去女人的只有你和我，同病相怜。你怎么不怼我呀？最近没心情怼你。你说我都三十多了，怎么还会被这种事情影响？正常，我邻居都六十了，正要因为分手要闹自杀呢。不是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稍微倾诉一下？好，你倾诉。陆正，我累了。我也是。
许愿，我倒是想听听你说，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合适吗？许愿，我可是认识你十多年了，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阿姨，我对家里是认真的。你是嘉诚的朋友，是嘉林的哥哥，你比他大得快一轮了。妈，有些话呀，我就不想说得太难听，你自己心里也有数。妈，您在干嘛？这是许愿工作的地方。这是你妹妹的人生大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回家说，好吗？回家说行吗？你就这样把你妹妹交给许愿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他们两个你情我愿在一起很幸福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哎，你是他的哥哥，是他的亲哥，他的事儿你什么都不管吗？嘉林的人生是他自己的，以后要面对他过一辈子的人是嘉林，不是您，也不是我。妈，别胡闹了好吗？我怎么会养你们这两个孩子？哥，谢谢你。婚礼的话，来宾大概有50个人，场地你觉得是在户外草坪好还是室内好呀？我喜欢你喜欢的。好吧，那我再想一想。那餐食呢？是自助餐好还是套餐好？自助的话种类多一点，套餐的话精致一点，各有所长，以你的意见为主吧。嗯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婚庆公司做了3种我们婚礼的 logo， 你觉得哪个最好看？我觉得都很好看呀。我们定一个你喜欢的吧。嗯。从刚才到现在，你有给出过一点意见吗？这个婚礼就只有我一个人上台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只觉得挑这种东西，女生的眼光更好吗？可是这是两个人的婚礼吗？我不想一个人做决定。你天天都在看文件，这种时候就不能看看我吗？你这样就好像啊，这个也可以，那个也随便，那婚礼就随便办办好了。反正你也觉得这件事不重要。我怎么会觉得不重要呢？那从婚纱到现在，你有提出过一点意见吗？我真的觉得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啊，我愿意满足了你的所有需求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不上心的表现的话，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。嗯，前半句还挺好听的，后半句是什么态度？我这态度怎么了？反正我觉得你刚刚就是敷衍我。我也忍了很久才说的嘛，你现在一副委屈的表情什么意思？你在干什么？我们交往之后第一次吵架，拍个照片纪念一下。笑什么笑？让你笑了吗？纪念归纪念，生气归生气，我今天不打算接受你的道歉了。既然吵架了，饭就自己一个人吃吧。 logo 我会让婚庆公司选好了发给你确认的。Thank you.
人行道红灯是45秒，绿灯是50秒，人行道的红灯是53秒，绿灯是48秒。你在花店留言簿上写的这些数字是红绿灯的时间，对吧？你去过了？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红绿灯的时间，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那里等过你，所以从来都没有什么。